在这里住过的叫李府，还有个朋友叫楚燕，应该还有个姑娘也在一起。这位姑娘，你说的这个人我确实没见过。你看我们这店，每天人来人往这么多人，你说的那个人我确实记不清了。要不你再到别处看看吧，啊？ 我要做第一枚的大掌柜，你找这些男女属相的时候呢，也方便一些，看看是否合婚。那我们以后就是合作伙伴了。娘亲，我答应你，一定振兴第一枚。我的合同最亮哎，我娘听到我说的话了。那是因为我在里面放了两个蜡烛。你真的很扫兴。 原来从第一眼看到你，我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别人。原来心里有了良人，眼里便全是路人。 原来纵是一往情深，也不及你竹马青梅。若千般不如怀念，于千帆尽流年，为一青梅竹马旧时缘，珍藏这青丝华年，我将内心。 小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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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小雅。